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今天呢，还是由我和天一大师呢为您做奇迹讲解，带给您的呢是天一大师的自传啊。我们很荣幸的看到天一大师把他自己下的棋呢分享给我们。这一盘棋我们带来的是今年的全国象棋甲级联赛，然后季后赛半决赛的一盘对局。对局的双方呢，是我迎战来自广东碧桂园队的张学潮特级大师。这一场是我们杭州环境集团队对广东碧桂园，挺重要的一盘对，棋发啊，生在这个半决赛。半决然后赛，前三盘棋呢，双方又是正好打成了平手。对，啊，所也以是我执先手第四盘棋呢，肯定是想能够有有所所建做，树对的。啊。开局呢，我也是选择了自己相对不太常用的这个中炮开局，对，很啊，少见到你能走中炮也是希望能够给对方带来一个出其不意的这个效果。啊。张学潮也是非常，最近非常显眼的一名选手啊。应该说也是跟我同一个时期同一出时道期。的选手吧。从我开始参加少年赛以来呢，就一直都算是对手。跟我也是同年出生，1989年，也是在，广东一直在广对，一东直哈，在广东队，培然养后下。也是取得了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成绩吧，尤对，其是团体冠对，军，也是。除了特级大师还没拿着啊，剩下的成绩也，也已经是特级啊，已大经师是了，了。这就是哦，通过这他个是下亚那个，洲象他棋是。锦标赛的这个冠军，也是晋哦哦，升那么了说的，象现棋在特特级级大大师。师的稍微的宽了一点哈，现在应该但说，是他不是全国冠军的特级大不师，光是全国个人赛冠军对，的，好多了，特级大师，居一平二，然后他突走击强进，挺七卒，还是希望能够，不给红方太多选择的空间，对，因为如果一避般开选那择三车头兵平啊衡什马么的的。话呢，红方有可能会进三兵，也有可能走这个不进兵五七炮你当时想，你设计的走什么？如果他去头的话，我们听听，啊。正好自战。当时，因为我以往的局中还是走三兵比较多啊，所以他可能强挺七所卒，以他避想开抑制我啊，的这对个的，对选择。那我就车二进六压过去，然后呢，他又走了一个卒三进一，就是说他强挺七卒之后呢，我过河车他又强挺三卒，不给我形成这个长过河炮，车七兵的这么哎，一路变化，你形相成对比长较炮，尖锐啊。他拱三卒呢，就压多进一少？步压缩我这个选择的这个哦，觉得空这还间。是有点慢哈，这但棋是其作实为并不黑方多。来说呢，这路变化也是近年来应该说，也有走，也也有有很采多用，采用因为哈，是相对来说呢，战术性更不那么强一激点烈哈，啊，就可能把棋局更容易导入自己擅长的这个领域。哎，他然平衡后了，他走马二进三，马二进四，哦，对，马三进四哈。然后炮八平七，马三进四啊，当然也有马三进二的走法，马三进四呢也是可行啊，咱形成这个炮二平四。马前炮后，这相个对，有人走过对，红啊，方这个时候如果走车八进四呢，就相对可能就不会，棋局不会那么迅那速那就的，该补齐了吧？对，导入尖锐局面。如果车八进四，黑棋就飞象，象三进五一象三进般，五，避然开后，炮是吗？而且就是将来车车一路平会二宽啊，一些，对，这样能吃。吃过来之后再十四进五，将来伺机，比如车一平二，炮八退一，啊，甚至有可能炮四进一，把你车逼退，这样双方都还行，红的对。也挺好就是这样的步调会比较缓一些，的。双方比较稳哈。那下到这里呢，当然红方也有炮五进四打中兵的变化啊，这都是以往出现比较多的。那我实战选择了一个兵三进一，还是希望在布局阶段就开始给对方一个比这较是你临场现想的吗？大的一个考验，也不算，因为之前的也有比赛人当中见对也过有哈，出现过，但是呢，出现的频率比较低啊，而且这个变化我觉得可能会更尖锐，或者说更为直接一些啊，对对方的压力会比较大。对，所以现在当这个棋局的顶尖选手也挺难的啊，哪个都得知道，没有不知道的，要不然就慢慢就会被淘对，汰可了能之哈。前采用的比较少，但是对你对相关的变化呢，都还得是需要逻有辑，所了解，而且关键的时候需要用的时候也能，随时拿得出手对。啊。那送兵的意图呢，就是在打中兵之后啊，黑方踩掉，这样有一个炮七平五。去先弃后取，然后把炮镇住黑方中路这么对，一如果个不弃兵，他能线路。连对，上如果哈。不弃兵的话，这个马不活，黑马方四可以进马四六，进六跳进来。那么在这里呢，黑方就面临选择了。黑方实战是选择走士四进五，当然怎么也四有进声五？音说这个棋，比如走象士六进五，再象七进五我们简单我来没觉演得示这一个下，棋打了。打掉黑方再象七进五，
这样虽然说黑方这个阵型比较安全，下步准备出车，但是红方兵五进一之后啊，感觉上因为这个马的位置比较尴尬，这个出路都被红方控制住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不还中炮不象就是兵五进一的问题，对，无论你哪边吧，因为就是你不管走什么，红方下步都要走兵五进一。对，这马有点尴尬。对，你如果充足，红方就兵五进一给你交换，你也不可能再退让。对，退让的话马三进五就上来。但是这个换兵六进一太讨厌了。对，你如果交换完了话，红方这个过河兵，而且你这个双车太慢，就算你无论你这边不那么漏风，你也别扭。对，就是不管你补哪个是不是不像这个思路，应该说对不太理想。对。所以实战上他补的是实战是走士四进五之后炮四平五分钟啊，他还是想一定程度上限制你冲中兵的这个。但是反正七车各有利弊，这样就没有那么担子炮那么稳了。对，那这边无根车炮呢，就是黑方将来需要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是，那红方就算你黄中炮，他也要冲，不然的话下步黑方冲下来之后，红方这个马也尴尬。对，很尴尬，而且中兵白丢。是，嗯，冲，那黑方呢再冲。那这个时候红方明显不能再对冲了啊，再丢子，所以我实战是走着马三退二啊，想保留子力的灵活，还是你如果走马三退一呢，相对安全一些啊。黑方就而且马四进六之后呢，你这个限制一下他这个过河马，但是你自己也不好，对自己也没法动，对，就各有利弊吧。马三退二，他将来实在不行还能马二进一。马三退二，我将来就有马二进一的选择啊，就是。然后黑方走马四进六。捉炮，那我这个炮肯定是不能被他换掉。对，炮五推一之后呢，这个棋黑方实战应该说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构思啊。哦，他想怎么调整阵型的问题呢？哈，对，因为可能他可能之前设想我走马三退一的可能会比较大吧。然后因为退二之后，你如果再走马六进八，我就马二进一，顺势把卧槽看住了，而且你这个兵要丢。那他不会再跳进去？那他肯定是不会直接跳进去。对呀。然后当时黑方还有一个思路呢，是走象三进一，不会吧？车八进一。就是局后我们交流的时候也考虑过直接打，啊，当然直接打了。这个先棋后取，直接就打了。打掉呢就吃啊，跳马，再跳马，这样没有找炮，这样只有吃炮啊，只有吃杀。这样红方可能还是会车八进六压进去，感觉上呢还是红方会主动一些，啊，当然黑方作为。就是临场来说呢，他觉得这个局面红的好啊，有一些不太情愿。对，最主要是这个将来也高不起来的问题啊。而且这局的双炮兵太散了，对，我觉得红的好。但是相比实战来说呢，它还好点。对，可能效果还能会好一些。实战炮因为炮五进一，我们待会儿看到这个实战的发展，我们就会，你炮五进一，那也是红的好。炮进一主要是这个炮，他想连象，主要是你知道吗？对，他想连象贴肋嘛，想飞象出车，对对啊。但是这个步数确实有点慢，节奏偏缓，而且这个炮被红方吊着，毕竟啊，这个马离不开。现在是，那红方呢，就是因为你既然拿这个马做根，那我肯定需要对要有所行动啊，马九退七，这是你第一感吗？对，第一，我当时也想过马二进一，就是马二进一和马九退七这两步棋，当时在权衡。但我感觉马二进一之后，黑方没给黑方犯错的机会。对，就是有没有可能黑方就放弃这个卒了？他就飞象在出车，反正你也上去了，他车也出来了哈。对，也判断不清楚。哦，这么想。对，踩一下，确实黑方这个卒他不太会其实要逃的话呢，他那你马一进三就跳出去了。对，我觉得他也不太会逃。对，我也觉得他不会逃，他肯定就正常飞象，你出他出，因为你的马暂时马三进四马三进二都没什么太，因为比如说我踩他飞，如果吃的话他车一平四，你在马三进四他车四进五，我马三进四他打我了。哦，他打了，他直接打了，就是我如果马九退七守住呢，他怎么车四进四叼住我？对啊，下步要吃我炮，他在补棋呗，这样比较容易简化。我补棋，他要打我中兵。哦，我这个炮如果被换掉的话，那就一点先手也没有。那你车二退不了，对吧？车八进六也没用。对，好像不太容易。你再将他也没用哈。将他就落势，因为下不了吃我。那他再补棋呗，那他打不出来了。他我补一个啊，比如他也补一个，他也补一个，那不一样了，天意。我再补吗？我再补，他是还是有可能打。你不能，你非得要补象吗？我补哪个？不能补马七，这五啊，将将完，
对啊，你可以马七将马进，马七进五对吧？啊，你可以马七进五啊，为什么一定要不下呢？对呀，啊，那这个棋我当时R 进一桌，其实，反正我觉得他那卒丢了也挺损的。那他要不就这个棋，他就得卒七平六。那太慢了，那他一会儿没有那个马六进八什么的了，这卒六进一也不能往下拱啊。那你车八进六点了吧？会不会车八进六车八点？进六，他肯定是飞象。那他，那你但我拦不将来住人还家有这个飞车象，二平四的可能性。就你拦不住人家飞象啊。好，反正是一种考虑。对，我觉得好。那这么说，当然我就觉得马九退七比较直我观。觉得马九退七一眼也挺好的，因为上对，去就要对，因为踢马他上了，就要马七六。而且他在飞，在飞之前你就踢掉他了。对，那他必然是飞象。对，他是飞这么，实际象，上是我这马么七走进的。六。当时我考虑更多的是他走马六进八，哦，那你囤上了，马六进八我跳起来，那他没有。然后他再车一平你看四。到他跑八进七了哈？炮八平七的手段一直有，但是在他炮五进一之后，我就更不担心他炮大。OK，对，就是你的形势判断已经判断了，那个交换红的还可以哈。对，然后跳编码之后，他如果车一平四的话呢，其实这个变化我考虑的比较多。都白算了时辰，对，我确实没他想没到他走会出炮来。大。对，我车一平四，当时我想，如果马六退四的话，他充足；我如果跳上来，他马八退七，这样顶住，太绕这样了。黑方形势还可以。这样你是不是能去八进二了？一会儿，这样我走什么，反正他这去个四进将来就四，打出来了。然后打出来了，跑五进二了哈。那我又不愿意直接交换，那当然可能也只有直接交换，或者说这个棋还有一种走法，就是我吃它，这样，吃了它吃上来，我车将，这样他它点车你吃了，交换完出将吃，在车五片上拉将，住，哦拉住，这样倒也比较简先单，将他一下再拉住，将一下它芝知识，士啊，看它芝士，就拉住呢，这样倒也比较简单。这样你也好一点，对，应该说红方也是占优，因为我没下问步有题，可能就，得子，或者我啊不吃炮五子，平二，你他也就很直难接脱踩身。着他兵马一进三往上跳就行了，他还得马八退七往回退。踩了他将来将我，比将如就说他不车八将进呗，一吧，比如说车八进一，那我这棋你，也不用着急动，因为他也动不了。对，对你不用着急，你就补个棋什么的，我看也行，是，所以说这个棋，对，如果这样下，我觉得倒是。当时考虑的比较你多啊，花了这个大变把的化。时间哈。但是黑方因为在炮五进一这步棋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在我退马之后啊，那确实这个棋也不是特别好应对。所以到所以，这里呢，他我反觉而没花多长时间就得，对打他倒是打马倒是走的比较果断啊。但是打马之后，我觉得这个棋应该说优势就比较明显。我的必然是吃吃掉，了，然后马六进打马八，六进八。必然是吃了，这是杀没，那只有吃只啊，有这吃车也不能让，然后没再有车八七进八六。进六，刚才是这样子的对，如果说刚才这个不走炮五进一，是这样是的，这样一个局面，对，现在你的马现靠到在这等儿于红马倒运了了两哈，步，然后他炮五平八这么平了，对，关键他现在被迫平开，如果打兵的话，马六进七直接就丢子了，直接就输你如果车一平四抓呢，对抓呢，那你也我踩马可以退回来。啊，踩着卒呢。哎，退回来，你这个炮还得躲。不管你是平四还是平八，我可以先把你这个卒消掉。那是稳好，对，消灭之后，我再慢慢的而且去这边运还子。高不起来这了，边车被对，牵制住，这个边兵兵要也要丢。丢了，对，对的，这等样于红方车马炮本来就多一个中兵，马位也比较不错，然后将来可能还要再多一个兵。这个棋应该说就，掌控起来没有太大难度，而且，是吧？黑方很难下，应该说。所以到这里，黑方实战走炮五平八，比车一平四应该说要顽强一些，但应该说红方的优势也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应该说就是开局取得了一个意料之外的这么一个效果吧，就没有想到会占到这么大的优势，是吧？那我们把棋局停在这块儿啊，一个车马炮兵对车双炮卒啊，显然呢，局面上现在红旗应该占优啊，但是这个棋呢，可能后续还需要加戏啊，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你就是怎么把优势转化为胜势，这哎，个其实还是对，需我要。们稍后休息一会儿，来看看天一怎么把这个优势转化成胜势的啊，我们稍后回来。七位朋友们，我们用了一点时间啊，把这个车马炮的棋局审了一下，看看这个棋呢，天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很细腻的寻求这个谋得胜利的机会的啊。我们继续看棋局。应该说这盘棋的前半段呢，红方
已经占到了比较大的这个优势，嗯，就从目前这个局面来看，但是怎么把这个优势进一步扩大呢？确实还是需要动一番脑筋。那你下到这块有没有心理波动啊？当时确实有一点心理波动，因为首先很明确知道自己这个形势很有利，嗯，但是呢也没有说马上就有这个迅速取胜的这个机会。对，这还是经验之谈，不是说哪个棋手都不弱啊。对对，嗯，而且当时确实时间也领先比较多，局面又领先呢，多少会有一点这个放松的情绪啊。这是你的风格是吗？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其实，包括后面黑方应对的也是非常的顽强，给我这个进取造成了这个挺大的难度好，我们来往下看棋局。好，到这里呢，我实战选择马六进七，应该说马六进七踩卒是比较直观的走法啊。但是说，当时也考虑过走马六退四，吃先兵把是他过河卒消灭。那他会不会往下跑？你这马四进跑三了肯定是不行，对，因为跑也跑不了，嗯，马四进踢三死一了踩，哈。对。嗯，那他出车吧。你如果出车，对，你如果出车呢，我就吃掉。那他会不会高起来？你高起希来，望他再回去啊？你不管高到哪儿，我可以先退马，先抢步先手，嗯，先捉你炮。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对，我觉得这样从把控来说呢，比较容易。或者他会不会压住？你压住我就先回来，不着急啊。将来我一个你车抬不起来，对，你随时抬，随时将。另外一个，我可以马四进三硬往上跳，对，你也不敢打。红的好哈，多个干多个中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对的，这样好。这样也简单，所以就马六进七这步棋，这不是你的风格呀。当然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呢，就给自己可能增添了一点难度。因为你给他留下卒了，对，他这个卒将来冲下来还是骚扰，会有点骚扰。嗯，或者当时我判断局面，可能觉得这边车马炮，然后三个兵已经足够取胜了。够了，嗯。但是确实难度估计的要不够充分啊。我们看看黑棋怎么防守的。马六进七，车一平四，出车。当时我想也不着急吃，我就先补了一个士。嗯，他走炮八退一。炮八退一，先守住。炮八退一，我实战是走的马七进九啊。但其实这个棋事后来看，因为这个马在这个位置啊，还挺好的。还不错，但是呢，还没有说马上能对对方造成致命的威胁。就这个马怎么运，其实是比较讲究。我实战马吃卒呢，我是想马九进八踩车。那你车吃卒，马七退九退回去啊？对，事后来看，可能车吃卒会更有利。哦，马七退九，马七退九，马九进八，对黑方威胁更大。哦，也挺好，还也吃卒了，其实。对，这个马吃到这儿，其实后来我就发现，那你是不是看中马九进八？对，马九进八踩的关键，它车不管平到哪儿。平一平三，你都只要他有这个炮在这里，嗯，你这个马都造不成多大的威胁，对，反而呢不如车八平九 ，OK， 将来退九进八，这个威胁就等于是立体型的攻势。你对这进攻马有点过于高的估计。对，我想着可能跳马吃之后，马九进八把它控制住，将来拱兵就行了 ，OK。但如果你拱兵就过于从容了嘛，嗯，拱兵就涉及到一个这个拼速度的问题了。对，啊，他这个卒也挺快，也挺快，你兵七进一了。我实战应该是走他没走这个，他先走的，他先跑八平九，我兵七进一，他下卒，对，啊。我马九进八，进八踩车，他平，他车四平一，对，我车八平六，嗯，车八平六主要是防止他吃上来，嗯，啊，所以就这个马其实看着有些威胁，把他这个炮牵制住了，但实际上自己还有点别哈，对，你还需要后续子力去配合，对，还得有兵，对，是啊，但是你兵冲下去，感觉步数又感觉也比较遥远，嗯，但是也得攻啊，对，当然我先走车八平六，嗯，他走。卒八进一，卒八进一，嗯，我冲兵，他也没有别的棋可走，他也只有冲兵，使劲拱呗。我冲兵，他平卒，八平七。对，当时我就想，因为现在你明显不能再冲兵，再冲兵他这个炮反出来了，退炮打你马。你吃了他一下好像。对，我先抓一下，但实际上抓一下我也知道作用不大，他就车一平二出来。对啊。对，这个交换肯定红方不愿意。那你不可能换的，那你肯定还得回来。但是你马也不能回了这边漏风了，反而不好。不会，你还得车二平八回来，他又车二平一。对，这不能老走啊。对，那这么走的话不变，双方可以。那我还得变，我抓。哦、你抓是吗？你抓长吃了。对，我有车八退三回来保住，哦、不然的话，我总担心他这个车吃上来，配合这个炮卒就厉害。他卒太近了哈。对。哦，所以这就是当时那个策略性的没吃那卒的隐患哈。对，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Okay、嗯，然后走车八退三护住。嗯。然后他走卒七平六。嗯。
那这个棋就比刚才来说优势有所缩小，就是因为它足进了。足进，另外一个它炮活，我那个马的话，而且它还把你守住了，你还不愿意交换。对，它现在是这个炮守住，这个炮呢，将来有可能会威胁到我那个马。对，它有可能想换你炮八退八什么的。对，实战就是我下兵，它就炮八退八给我瞄住。哦，它就直接打你了。当然我也没办法，我这个，我就首先就给它换吧。他换了和换了的话呢，这个棋也比较微妙啊。其实当然感觉他是应该换，就感觉上换了。换了我吃，感觉上他也合不到啊。那主要他现在问题就是车抬不起来，他可能走车一平四抓一下，因为他不能直接打，直接打我兵就冲下去了。那不退了吗？我退也行，或者我平兵也行。那他退挺好的。退的话，反正那他就打。他不会打了吧？他只有打。打了。哎，打的话等于他两个兵，我三个兵。那你三个通头兵还是快吧？三个兵，但是你一步两步也拱不死他。这不是漫长的事吗？对，这战线就比较漫长，就你很难。肯定是将来，比如说平把这个连上嘛。但中炮还不能走，你中炮走了，他将来车活了，配合这个还挺厉害的。对，还得牵制一点哈。所以说这个战线就比较漫长，其实呢就很难说。那他应该换了。容易取胜，对。是说，对，可能。实际上，当时确实他觉得换了呢，他怕合不了，对，一个合不了，另外一个对我也没有威胁，对，看上有点虚，所以说我平兵之后呢，他反而没有换，他退了一个，走炮九退一啊，你也退了，我们退马将，他出来，我马六退八，其实马能运到这个位置，其实我要舒服很多了，对啊，就是啊，一个是对他有威胁，另外一个我将来马八退七这个位置很扎实，他打了你一下，他打我一下，那我肯定要回来，我觉得他可能在这儿还有点后悔没有换你。对，其实事后来看的话，其实换了之后我还不敢说必胜这个。对，然后马八退七，这样他越打你越舒服。对，反而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不过当时的形势确实，黑方到这里已经好像时间不足一分钟了，他就打来打去，所以他很难做出一个最顽强的一个选择。实战又走了一个炮八进二，是不是跟你下棋的棋手都是时间相对起啊？你都比人家宽松啊。这盘棋主要是我觉得主要开局占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啊，所以而且。他是没有想到你会走这样的开局，对，可能还是准备不够充分吧。然后加上局面压力也是比较大，确实。然后在目前呢，应该我可能还有五六分钟的时间，虽然说优势有所缩小，但是呢，那还是优势方好下呀，对，比较明显啊。我实战走了一个兵六平七，其实呢，我当时就是还是还有更好的，希望能够保留这个中炮，希望能够。因为我感觉平兵他也不可能打我，刚才没打，现在也不打是吗？对对，但其实呢，从兵五炮五平六之后，在兵五进一这个棋优势更大。我当时是在想，没必要给他换马，我就在那儿算，我是觉得你肯定认为换完马赢定了。对，当时因为我还是想保留中炮，控制住他，不让他动。那实际上这么一个结构，对黑方的控制力也是非常足的，而且将来这个炮退回来就更稳妥，是吧？对，这样把这个卒消灭掉，铁呀啊，那这个棋就没有了。你虽然放他的车，但是他车现在都没有好位置，对，他车出不来，根本就主要是这个马位太好，对，封死了，所以他当时没换马，还是一个挺遗憾的地方。对，换了还反正也危险，换了的话应该会战线会漫长一些，对的，也危险，但是还难说吧。但是我平兵呢，他走车一平三。然后我居将，对，当时呢我是准备放弃这个兵的，因为凭感觉，这是你做好准备的，你一踢他就踢出棋来了是吧？就凭感觉是觉得这个棋把他的车吸在底线应该是够赢了，这个马控制这个炮，这边车炮控制他这个车，他这个炮卒应该，但是挺大的一个卒啊。对，确实觉得，有点可惜啊。对，绕这么半天，舍得被吃了。对，而且总感觉这个炮卒这里好像判断不清楚。你是不是想抓他时间啊？当时有没有这个？因为确实是快棋，你很难做出一个特别。你们下的是5+3吗？不是，我们是20+5，但是也是已经到快棋那个时间不那么多了，对，也很难做出一个就是特别准确的一个计划，只能是更多的凭感觉吧，是吧？然后他吃上来，但是感觉上你那个车马还是对他有牵制的，对，也是。但是我还是不舍得这卒，要是我肯定不会丢的，我先留住他。主要是判断这个，主要这边马能控制这个炮，我觉得应该还问题不大，是吧？然后他下底炮，主要是他的那个攻势小了一点，现在主要就是看他车炮兵能不能造成一些骚扰。如果说将来他能把我的老将逼进来，或者说把他车能抬下来，那这个棋就失控了。
那不会逼进去的，怎么可能老将逼进去？所以就是无论如何，后来包括这个老将上三楼也对，使劲在这倒腾哈，对，保持对他这个底线的牵制。嗯，所以亲朋友们看特金大师就是这样子啊，他会有个信念哈，我必须要做到这个，就能达到一什么目的，是吧？嗯，但是这个需要你比较准确的判断，就是你在弃兵的时候，你就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你弃兵的时候算到这大概了？那不敢说很准确，有个意识哈。对，然后他退炮。缠住，先吊住他。等于现在黑方就只有这个炮卒，或者车呢，只能是将将将将哈。将完还得再退回去。他就是什么时候偷你士，拱你士，杀你，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哈。对，所以只要别被偷了就好了。所以他走车三平二。车三平二，嗯。但是其实我觉得这车三平二没啥用啊。但他不平的话，将来我老将下来，他就将都没有，他总得摆在二路。哦，躲开象，对，他是躲开象眼。对，所以他车三平二，我进炮。进炮是过兵啊，进炮就准备过兵，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没有后续子弟了，必须把这个其余的兵力再投入战场。想起那兵丢的，对，索性还有一个中兵，其实这个九路兵已经关系不是很大了。就是啊，他太慢了，只要有这么一个中兵就足够取胜。然后他将也没有用，将我就下了，对，他还得再退了是吗？他下一个底炮，这是要偷你中士下底炮。他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冲兵，他将，他将。我如果下来，他再回，然后拱你中士，你再上去，他再将，我上来，他再来，对，这牵扯到一个骑归拱士，回车是什么？卒回车肯定是闲，啊，那你下将也是闲啊？主要就是看他这个，因为卒吃士，在我印象里，卒桌子是不算桌的啊，所以说，好像他这个等于是一将一闲，好像是可以这么继续走。哦，那这么继续走的话呢，对我就很不利，因为他下步卒吃士，我是。不能接受的，对，不能接受，因为他杀齐了，我老将在上边没关系。哎，那你他将你得爬上去。对，所以他将的时候我是爬上来。哦，你上他炮将了，我在飞象。炮八平七打了一下。他退车。这会儿他可能看不到什么了，他卒不能六退一，退不回来、啊。对对，所以我老将在上面反而要安全一些，他平炮我退象。啊。这样呢，他走炮七进一吧。嗯。炮七进一，然后我下来。当时也是，我也只剩一分多钟了。然后你就往下爬就了，我先下来，对。然后他反正他下不了底炮了，是吧？对，车将我再上。你为什么不能下呀？下得下的话，他还是刚才那个，他还是退。对他下步要吃你，这吃你也不想让他凑时间，所以我没看到你来回来去的哈。没有没有，当时我是凑了一会儿，因为凑了一会儿。对，因为我也想把这个时间走得宽裕一点，因为感觉就快要入局了啊。他退车，就这么来回来去走了几个回合。嗯嗯。当时呢是，这步棋，当最后他走的形成循环之后，卒四进一的时候，形成循环之后，当时是认为这步棋不算捉。哦。哎，不算捉，所以我要变招。有裁判介入了，是吧？对对对。OK。但变招的话，当然我也考虑过，就退炮守住啊，这样就不怕你卒吃。你就是退炮了嘛。对。啊，就是。退炮不怕你卒吃。对的，对的。你吃的话，我白吃掉，把这条线守住。你如果退炮将呢，我再下来。对，这样爬下去了，这样真的爬下去了，他没法炮七进一了。对你可以进炮，但你进炮我可以不理你。哦。进炮不理你，我再冲兵。这样他没法弄你了。等于你再他将完了，主要是后手。你再将，我又上来，对。嗯。再上来。就不行，你要解杀退车，我再冲兵。对，就这样，等于他倒腾不开了。等于就是我通过这炮手在这里，我抢了几步棋，兵冲下去了。嗯，这样你一拱，他基本上就认了。对，等于到这里呢，黑方就没法再继续这个支撑了。嗯，所以就投子认父了。通过这盘棋呢，也是我们杭州队呢，也是立刻应该强劲的对手广东碧桂园吧，也是历史性的这个首次进入象甲联赛的决赛，是吧？啊，那我们棋迷朋友们也关心你有没有象甲联赛下过冠军呢？在之前几年，取得冠军，但是在改过赛制之后，来到杭州之后，应该说今年是我们队的最佳的一个战绩了。嗯，也是希望能够以后。有朝一日能够再有所突破吧，是吧？其实朋友们也是这么希望的啊，希望看到天一以后更好的成绩啊，然后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对局。那我们今天的象棋世界呢，就给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好，朋友们再见。嗯。